测仪这款产品。这款产品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个阴茎敏感神经检测，第二个阴茎勃起硬度检测，第三个泌尿温度觉检测。我们阴茎敏感神经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早泄的检查，然后阴茎勃起硬度主要用于患者阴茎勃起硬度的检查，然后泌尿温度觉的检查主要用于检查阴茎小神经是否损伤。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这款产品的操作。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款仪器的几个检测探头。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敏感度探头，这个是我们温度泌尿觉的探头，这个是我们硬度检测探头，然后这个是病人反应器，主要是给患者使用，用于暂停，比如说我们在检测敏感度的时候，等患者感觉到敏感的时候，让他用这个手柄来自己停止。等到电脑开机之后，我们到桌面上找到计算机，然后鼠标右击一下，找到设备管理器，然后我们打开一下端口。我们这边记录一下这两个端口。上面这一串英文字母比较长的是我们的硬件串口号，然后下面这个 CH340 的是我们那个患者拿的那个手柄的那个串口号。我们记录一下这两个端口，这边是 COM7 和 COM5。 接着我们打开一下 SW-3613 这款软件，打开来之后，我们到电脑的右下角找到这个三维医疗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颜色比较淡的这个字体，我们在这边用鼠标左键点一下，点一下之后会出来一个对话框，是一个串口设置，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硬件的串口号，我们刚刚看了我们硬件串口号是 COM7， 然后我们这边手柄的串口号是 COM5， 然后就是把这边改一下，改完之后点一下保存，接着我们点一下软件设置，这边第一个院方信息设置，在医院名称这边改一下我们的医院名称，然后科室这边可以添加科室，比如说添加一个男科或者是别的科室，检查医生也是可以在这边添加医生的姓名，诊断医生添加一下医生的姓名。这边的诊断辅助设置，我们可以事先将诊断结果输入到里面去，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输入一下内容，然后点击一下确定。我们在这边检查的时候，就是全部结果，就是全部做完检查之后，这边有一个诊断结果，我们这边读取一下诊断结果的话，如果我们事先把模板都输入进去的话，直接选择一下模板，然后点击一下确定，然后在这边编辑一下，就是避免了就是我们每次都要在这边打很多的字。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软件的操作。保存完之后，我们第一步先点一下新建，然后在这边输入患者姓名，然后年龄，输入完成之后点一下保存，然后这边会确认保存成功，点一下确定，接着我们点一下检查。然后我们下面有三个功能，看这边，第一个是温度检测，第二个是震动检测，第三个是硬度检测。我们需要使用哪个功能的时候，直接在这边点击一下，比如说我们这边要开始震动检查的话，我们在震动这边点一下，然后它会出来一个信息提示，要开始震动检测吗？点一下是，然后这边的话就会软件会自动跳到我们那个震动检测的页面中去。震动检查我们这边看一下，主要是用于早泄患者的检查，检查他阴茎敏感神经的敏感度的，检查他阴茎神经的敏感度。我们这边主要有检查四个部位，第一个是阴茎
体部的左右，然后接着我们再检查龟头的六点和十二点方向。我们这款软件每个部位可以检查三次，方便就是最后的结果求平均值，防止存在误差的。检测的时候，我们先在，比如说我们以阴茎干的左侧做一个示范。我们在检测之前的话，现在要检测的区域用鼠标左键点击一下，然后这边会出来一个红色的框框。然后我们将探头，然后我们取出震动探头，然后拿出我们那个化学包里面配的一次性的隔离帽，将隔离帽套在探头上。我们这边以手指做一下示范，然后将探头轻轻地放在手指上面。这边我们点击开始，点完之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软件上的调性框会逐渐的往上增加。在增加的同时，我们手上感觉到的那个震动值也会逐渐的增加。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随着那个调性框的往上的增加，我们手上感觉到震动的强度也会越来越强。这边我们让患者拿着这个反应器，等到他感觉到震动的时候，我们让他按一下这个第三个键，就是有方框的这个，让他按一下。按完之后的话，软件就会自动停止，然后我们就这一次的那个检查就结束了。接着我们在相同的部位再测第二次。第二次检测的话跟前面的检测一样子的，第二次检查跟第一次检查的那个操作步骤一样。然后等到一个部位我们三次检测完之后，接着我们再测一下第二个部位，然后接着测一下第三个部位、第四个部位。等到这边我们全部检查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在这边输入一下诊断的结果是多少，输入完成之后点下保存，接着我们点一下报告。然后我们这边三张报告是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打印哪张报告的时候，这边选择一下，比如说我刚刚检查的是震动，那我们这边点一下震动报告。然后这边是我刚刚检测的那个是我刚刚检测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这边对照一下，参考值都在这边。比如说那个我们龟头的话是0到30级是敏感的，然后30到50是正常的，大于50的话是感觉迟钝。然后我们阴茎干，也就阴茎体部的话是0到40是敏感的，40到60正常。然后60以上的话是阴茎感觉迟钝。然后我们这边确认无误的话，这边点击一下打印即可以出报告。接着我们讲一下温度检查。我们要检查温度的时候跟刚刚的步骤一样，先点击一下，然后出来一个对话框，点一下试。点完之后出现一个这样的界面，我们这边看到我们主要有测三个部位的那个温度。第一个耳尖，然后是大腿内侧和龟头。我们温度的话分为，我们这边主要测四个，一个是微热的时候，一个是皮肤感觉到微热的时候，然后是热痛的时候，接着是微冷，然后是冷痛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一项功能主要是检查阴茎小神经损伤的，临床上的话我们测冷的话是对阴茎小神经检查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的话我们这款功能主要是用于检查这三个部位对热的一个感觉的一个程度。我们还是以手指为例，然后取出我们的温度探头。首先在我们的被检测部位先点击一下，它会出现一个红色的框框，然后我们这边点击一下开始。点击开始之后，仪器开始工作。
然后随着我们调性框的增加，我们这边皮肤上感觉到的温度会越来越高，然后我们让交换者就是刚感觉到热的时候点一下第一个键，然后等到他感觉到热的比较痛的时候点一下第二个键记录一下数值，接着点一下停止，等到他点完停止之后，我们这一次检测就结束了，然后仪器的话会自动记录我们刚刚检测到的两个数值，比如说我们这边检测到微热数值是42.4度，然后热痛的话是47.9度。我们这款仪器就是在检查的过程中，每测一次的话，仪器需要冷却80秒钟的时间。然后我们测完一次的后，这个右下角会有一个设备冷却剩余时间的一个倒计时，在它没有完全冷却的时候，我们是没法进行下一次检测的。比如说我们要在它没有完成之前的话，再点下一次检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开始按键它是灰色的，这边是没法点的，必须等到我们右下角冷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这边才可以进行下一次检测。等到设备冷却完了之后，我们依次检测出耳尖、大腿内侧、龟头这三个部位的微热和热痛的一个温度值。全部测完之后还是一样，在诊断结果这边输入最后的一个诊断结果，输入完之后点击一下保存，保存成功之后点击一下报告，然后我们选择一下温度检查报告。温度检查报告的话，我们这边的参考值也是有的，因为我们这项刚刚说了是主要是用于检查龟头小神经损伤的，所以我们的参考值的话是正常情况下龟头感觉到热觉的时候应该在35到41度，龟头感觉到热的痛的时候在41到47度。然后由于就是我们每个人对温度的差异是存在的，比如说一些从事高温的一些就是患者，高温工作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对皮肤的那个热的感觉的话可能会比正常人要高很多，所以呢我们这边除了就是看龟头的那个热觉和热痛的一个参考值，这还有一个热觉和热痛的一个比值，就是与它自身对比的。我们之所以选择耳尖、大腿内侧，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部位的温度感觉跟龟头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我们这边热觉比值的话正常情况下是小于等于一的，就是说用龟头除以耳尖，然后是龟头除以大腿内侧，它正常的话就是比值应该小于等于一。如果说这个患者存在龟头小神经损伤的话，而其他的两处比如耳尖和大腿内侧是正常的，然后它龟头检测出来的热觉的值的话会远远的高于大腿内侧和耳尖，这样的话它的热觉比值就肯定大于一，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结果来判定龟头小神经是否存在损伤。然后这边结束之后直接点击打印报告即可。下面我们来讲一下硬度检查，我们在这边选中一下硬度检测，然后点击一下开始硬度检测，点一下试。我们硬度检查主要要检查阴茎的轴向硬度和径向硬度，在检查之前的话我们需要提前半个小时，就是让患者服用一些诱发阴茎勃起的药物，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看片让他的阴茎达到勃起，等到阴茎充分勃起之后我们再进行硬度检测。我们这边还是以手指做个示范。首先的话我们在检查之前的话先选中区域，比如说我要进行轴向检测，先在这边用鼠标左键点一下，等到它出现一个红色框框的时候，我们这边点击一下开始，接着我们将探头与龟头呈垂直方向，然后用力的来压龟头，直到我们把阴茎给压弯，然后患者感觉到轻微疼痛的时候将探头移开，移开之后我们这边点击一下停止，然后接着 测足向硬度的第二次，
然后接着测第三次。我们来看一下镜像硬度的检测。镜像硬度在测的时候，我们从阴茎的体部来压阴茎，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阴茎往这边勃起的时候，往腹侧勃起的时候，我们就沿着阴茎的方向，然后向下来压它。这边也是将阴茎压弯，等到患者感觉到轻微疼痛的时候，然后将探头移开。这边点击一下停止，此时检测的硬度值就是我们镜像硬度的一个硬度值。全部检测完了之后，我们这边输入一下检测的结果，点一下保存，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打印报告，选择一下硬度报告。比如说我们这边刚刚测的一个硬度是轴向硬度是890，然后镜像硬度是1243，然后我们这边对照的看一下。我们这硬度检测的参考值主要分为四级，一级的话就是小于500克的硬度，此时的参考值是无硬度勃起；二级的话是500到1000克，到1500到1000克，意义是勃起不坚；三级的话是1000到1500克，不完全坚硬。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硬度最少要大于1500。才是完全坚硬的，这也是正常人一个硬度的一个参考值。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报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点击一下打印即可。